现场来宾，我们的节目要开始了，可以跟我们一起倒数吗？我们从五开始好不好？预备，五、四、三、二、一，节目开始，欢迎我们的总干事。台中市庆祝100周年，暨光辉十月，提琴大演奏开场。首先，我们请台中市管弦乐协会理事长林松柏以最简单的几句话，弦音大台中，开启序幕，请。我今天非常的高兴，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把爱好小提琴的小朋友都把它集合起来啊，今天这个破了我们台中市几个第一。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总共有46个学校参与，从幼稚园到高中，总共有46个小的学校参与。今天同时演出的学生超过300个小朋友，这些的记录都是在我们台中市破记录啊。这些的记录我们要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还有我们的协会的所有的老师，跟我的最敬爱的协会的音乐总监何木贵博士，请挥挥手好不好？何木贵博士非常的用心，您规划了将近半年，还有我们协会的总干事陈宏毅陈校长，跟我们一起打拼的足足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来规划这个场所。当然我还是一样要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鼎力相助，才有今天的这么好的场所，让我们把所有爱好小提琴的小朋友一起集合，那也展示我们台中市有这么优质的文化跟艺术的气息，就代表我们台中市真的是懂音乐懂艺术，你说对不对？对。好，我最后我祝所有的贵宾、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家长、所有参与的小朋友心想事成，谢谢大家。好，接着我来介绍我们台中市政府代表台中市政府的蔡炳坤蔡副市长，欢迎。好，请上台。还有我们的张耀宗张议员，吴琼华吴议员，立法委员暨国栋立委的特助陈特助，再来严金彪严立委代表严立委的特助严特助，请上台。今天很荣幸的哈，我们请了副市长还有议员立委都有哈，我们请市长还有我们的议员替我们鼓励鼓励好不好？勉励勉励，我们鼓掌。大家晚安。晚安。欢迎来到我们圆满户外剧场。我跟各位报告，这个剧场在不久之前才获得了全球卓越建筑奖，所以各位，你坐的位置，你看到的都是最重要而且办大型活动的地方。前两天我们才办完国庆的晚会在这里，之前 Lady Gaga 也在这里，很多重要的活动都在这边，表示今天的这一场音乐会在我们看来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在这边要代表市长，预祝今天晚上的音乐会顺利圆满。今天我有两种身份，一个身份是来跟大家一样当听众，第二个身份是我很高兴有机会跟300位以上的小朋友将会一起拉提琴。我跟他们拉提琴，他们一定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你将会看到全场300多位拉提琴，只有一个人要看谱，那个就是我。所有的人都不用看谱，所以我会带给他们成就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到这边来欣赏音乐，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感谢副市长。我们请张议员。好，我在这边，我是张耀忠议员，是在地南屯区选出来的议员。我祝福我们今天弦音大台中的晚会圆满成功，也祝福我们在现场的所有小朋友学业进步，祝福我们在现场所有的嘉宾、我们的家长身体健康、和睦平安。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推手是我们的吴琼华吴议员，帮助我们很多，助我们的力量。我们请吴议员来替我们讲几句话。谢谢。在场我们的副市长以及张议员，以及两位我们的立委的特助，以及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最关心我们这一场音乐盛会的所有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谢谢。非常的开心能够有今天的机会来到我们今天世界的舞台圆满剧场做欣赏了这一场的音乐盛会的一个晚会。那刚刚该感谢的，我们昨天金钟奖才颁完，所以大家都非常感谢。除了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文化局、教育局、社会局，还有我们的新闻局鼎力相助，也再次的感谢我们副市长，除了赞助以外，还赞助也才艺出来哈，所以说非常非常的不简单。那再次感谢我们所有贵宾的鼓励。那最后我要感谢我们今天我们所有表演者的一个辛苦今天下午就一直演练排演到现在要登场了，再次的恭喜你们以外，最后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好朋友的关心，能够共襄盛举，祝福我们今天的晚会圆满成功，感谢大家，谢谢。好，感谢我们的长官及我们的贵宾，感谢，谢谢。好，在这里很感谢我们的长官及我们的贵宾，也很感谢我们所有的教育团体，也请我们的所有的教育团体的老师们还有校长们请站起来接受我们的鼓掌。好，谢谢。好，再来接下来的节目就是我们的比才幼稚园的节目，我们把节目交给两位主持人。谢谢总干事的活动介绍，接下来由我们两位主持人替各位服务咯。这次弦音大台中的活动，我们当然承蒙了各界长官贵宾还有来自各地区的观众加油声中，优美的弦乐声即将要展开了。节目首先由台中市比才幼儿艺术音乐学校开始，现在请以热烈的掌声来聆听他们的演奏。
谢谢他们。我们中班的小朋友呢，目前接受我们比才小提琴的课程，大概呢差不多快要一年了。那我们应该演奏得很棒，对不对？那我们可不可以再次掌声谢谢他们？他们好勇敢哦！也谢谢我们的指挥何老师。接下来要到场中央的是比才大班的小朋友，曲目有三首，有蝴蝶、小星星以及龟兔赛跑。那大班的小朋友目前学习小提琴大概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那我们掌声欢迎大班的小朋友。
谢谢比才幼稚园的演奏，也谢谢何老师。第二个节目为台中市乌日区九德国小刘静怡校长所带领的弦乐团，请大家给予最热烈的掌声聆听观赏，谢谢。来宾，谢谢掌声，谢谢。